哎，来了！哎呦，王老师在这里。不得不说，这毛血旺真是录制的，就是模式越来越多元了。那衣服我为什么没有啊？哎呦，不可能没有！管的都是舔着脸跟人要。本来咱们是一个朋友聚会，完就你俩在那腻腻歪歪的。他对象就非得这样，就挂着，然后俩人在那说悄悄话，好像我们能抢你对象似的。谁稀罕你的对象啊？我朋友跟我说我要结婚，我说恭喜你，但我没随礼。有一天我们结婚了，没有一人留。不，咱俩互相随。今天咱们四个做一个见证。哎呀，好了，还挺好看，还挺好看的，风格是适合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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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毛毛淹了。你没事吧，毛毛？看电视吧，先来把电视看了。真是。哎呀，我现在我看不了这吗？岁数大了。杨不让杨毛出个镜吧。哎呀呀呀！杨毛。他听不见，我戴耳机呢。我有一天喝多了，然后我妈把她的被子拿过来，我真的不夸张，妈，你看这个节目，你不要怪我说出来了哈。就是她在躺着，然后我不管，然后我就。